梅花庄泉历史悠久，泉如其名，因梅花有五个花瓣，后发展为五个基本泉式：大式、顺式、傲式、小式、败式，故得名为五式梅花泉。它简单易学，活血健骨，逐渐成为现代人锻炼身体的好拳法。梅花庄泉传承人韩建忠，自幼随父，经万里路及众家拳，闯金赴京，研讨武学，自求拳术真行，悟道造诣颇深，在全国多家刊物上发表近百篇文章，门生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为中华传统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场龙在东方梅花庄泉冠军赛是五大拳种选拔赛的收官之战，选手蓄势待发，比赛马上开始。这里是宁夏卫视龙在东方梅花庄泉冠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旭。接下来进行第五场75公斤级的较量，掌声有请红方选手马根。梅花庄泉马根来自龙哥 FC 搏击会。小时候太皮了，经常给别人打架，我爸让我去武校管教一下自己。在家训练的东西在场上打出来，脑子要灵活，敢打敢拼。好，红方选手马根今年21岁，身高1米77，体重75公斤，学习梅花庄拳6年的时间。掌声有请蓝方选手赵昌晓，今年18岁，身高1米78，体重74.1公斤，学习梅花庄拳3年的时间。有请场上裁判赵帅。龙在东方梅花庄拳选拔赛第五场，也是75公斤级四人战的第二组比赛，我是解说邱水哥。一、二、三，干！好，刚开场，小将赵昌晓持续的输出这个高腿，漂亮！但是红方接住他的腿，能不能将他摔倒？哦。红方这样做呢是正确的，因为他在一开场呢被对方抢攻，他们将他摔，将蓝方摔倒在擂台之下呢，会缓解自己的压力。那么看现在蓝方会不会再持续发起，连环腿的攻击？他现在刚才使用了一个腿法的假动作，随后使用拳法，但是红方看破了他的动作，进行了躲闪。蓝方对腿法非常自信啊。不过呢，在红方即将将蓝方推下擂台的时候，裁判叫停，因为双方纠缠超过2秒，我们知道在我们规则当中呢，超过2秒就会被叫停。这时候现在，红方他也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他应该是力量比较大，他采用这种推擂的技术，这回合比赛啊就结束了。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回合，刚才这个回合正好证明，就是中国武术讲气团半边空啊。红方刚才使用了个漂亮的后摆腿，蓝方要打这个腿拳组合，抱住抱腰啊。由于双方超过2秒，这个被裁判叫停，再继续进行。拼腿，刚刚呢蓝方又侧踹腿。后两个人连续拼腿，蓝方抱腿，蓝方想使用接腿摔，也想将对手摔下擂台，但是对手非常有经验，抓住他，两个人同时跌下擂台。
哎，红方又想摔了，两个人就是由于就是说从第一回合啊有过这个下擂，所以这个蓝方呢他希望这个也想将红方弄下擂台，但是红方明显这个防摔意识啊是比较强的，那么蓝方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用这些更多的拳腿技术去征服对手。红方转身腿，转身腿的这个时机和距离控制的不是很好，哎，接腿摔。啊，蓝方起腿的时候啊，被红方察觉到他的高腿，直接接腿摔倒在地。双方在，啊，这个红方的摔法还是非常出色的，因为在双方这个纠缠中，就是一般的话是很难将对手摔倒的时候，他竟然利用这种身体的转动、重心的转移将蓝方摔倒。咱们龙在东方啊，这个五大拳种选拔赛啊，今天晚上即将落下帷幕。我们已经决出了这个，八极拳、少年拳、新一六合拳、红拳的冠军。那么今天晚上将决出梅花桩拳的冠军。这些拳手呢将代表中国在澳门，七月份在澳门同美国拳王同台博弈，而八月份呢将在中国主场举办中美对抗赛。又接腿，但是这次呢，蓝方有所防范。经过这个前两回合的拼搏，现在双方体能呢有一定提高，有一定的那个下降。红方呢抓住这个蓝方在这个跳动中呢一个迟疑，刚才打了一个迎击拳，现在双方呢都不敢轻易进招。红方，双方又拿住，能不能摔倒？蓝方补了一拳，不过这样补拳呢是不得分的，因为双方在纠缠状况下。好。再结束。可能有观众啊不太了解咱们的规则，其实呢这个推擂啊咱是不得分的，但是呢连续两次推擂呢有这个效果，比如说就获得这一局的比赛胜利。我们的规则呢并不鼓励这个推擂啊，咱们俗话说啊，传统说讲这个叫打擂台，打擂台更多的还要使用这个击打摔拿这种技法。现在呢双方都是使用假动作，假劈腿被蓝方抱住摔倒啊！刚刚红方大意了，使用个下劈腿。同时，大家还发现没有？就是蓝方呢是正架站立，而红方则是反架站立。这样的选手对决啊，其实比较比就是说同样正架、同样反架的要难一些。他更对选手的技术要求更严密一些，因为呢你将自己的漏洞展示在对手面前。现在呢红方采用这种防反的战术，就是在移动中啊突然打个反击，打个迎击啊。蓝方呢因为在前面两个回合呢失分，所以他现在想追回这个比分，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些战术上的改变，因为根据场上不同的局面进行改变。蓝方呢他也是进行一些移动啊，蓝方起腿的时候啊被红方接住了，这红方刚才诱敌深入啊，先用了一腿，然后蓝方起腿，他接住他，轻松将蓝方摔倒在地。现在红方在控制比赛，他见蓝方起腿过后呢，用了一个后边腿这个反击，他用双手啊不停的晃动，干扰蓝方的视线，忽然呢就是这个起腿，刚刚呢在起腿的时候将蓝方的牙套踢落在地，因为这个
有的时候猝不及防啊，会这个牙套咬得不紧，就会跌落在地。咱们年轻选手啊都非常拼，都希望啊成为那个代表中国与美国对决的那个选手，所以说他们在场上永不言弃啊，这正是呢我们这个武术的精神，梅花桩拳的精神。红方选手的步伐非常灵动，他控制距离的控制好，下劈腿，他这个下劈腿啊，如果说踢不到目标的话，还是要谨慎使用。但是呢，作为奇招啊，好，勾腿啊，双方同时倒地，不得分的。哎，红方换架了，红方果然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选手，在这个时候啊，他突然换成正架，之前他一直打反架的。那么这个呢，换成正架呀、啊，对蓝方来说啊，就是有些不适应啊。他抢攻，用腿法抢攻，啊，蓝方还腿，啊，蓝方小伙子呢也是非常勇敢，别摔呢不成功啊。勾腿啊，蓝方还了个高鞭腿，两个高鞭腿，裁判呢直接扑过来啊，本场比赛结束。这里是龙在东方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第五场75公斤级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局，红方12分，蓝方5分；第二局，红方14分，蓝方7分；第三局，红方10分，蓝方6分。最终的结果是红方36分，蓝方18分。本场的获胜者是红方马根。龙在东方，彰显中华武术魅力。宁夏卫视每周五晚10点首播，敬请期待。这里是宁夏卫视龙在东方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第六场是80公斤级的较量。首先，掌声有请红方选手王明武。梅花桩拳。王明武，来自龙格 FC 搏击会。学习武术是小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武侠小说。心态就很平常嘛，打得多，总结的经验也多了。把自己平常训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啊！对啊。红方选手王明武，今年24岁，身高1米75，体重77公斤，学习梅花桩拳5年的时间。掌声有请蓝方选手贺坤。我叫贺坤，来自河南沿路武校学校。平时训练比较刻苦，然后我最近也在加强这个腿法的练习，我相信我的腿法一定能战胜他。我对我这次比赛很有信心，我希望他也能拿出最好的状态，然后我们两个以最好的状态打出一场更完美的比赛。蓝方选手贺坤今年18岁，身高1米76，体重79公斤，学习梅花桩拳3年的时间。有请场上裁判朱明峰。相对来说呢，这个红方看起来，无论是年龄还是经验，跟这个训练梅花桩的经历更为老道一些啊。开场哦，红方就展现出了非常高人一筹的这个实力，连续的这个重拳组合。裁判给这个蓝方读秒，我刚刚还想介绍这个双方的资料，结果红方就先下手为强了。红方现在在庆祝自己，刚才那一段拳法打得非常出色。那么比赛呢将继续进行，我们应该为蓝方小伙子鼓掌，敢于面对强手。红方，第七，
看这个，从现场来看，这个红方选手这个身上的肌肉维度非常的大，他的力量呢非常足，所以刚刚在出拳的时候啊，非常的凶猛。比赛呢，因为这个实力悬殊太大，现在呢裁判判定红方获胜。这里是龙在东方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刚才进行的是第六场80公斤级的比赛。本场比赛的获胜方是红方选手王明武。红方上，刚才这两场打得也很激烈，他们都拼尽全力在这争夺，但是我看他们的技法上，拳的技法上很欠缺，他只有一个直勾摆，啊，还有一个后边那个后大腿在打拳。咱们传统武术的打法非常多，你比如说掌、皮跳掌，是吧？折叠锤、转环锤，啊，栽锤、对金锤都没用上。现在我就说一下，你比方说咱传统打法，我劈他，你看他赢不赢？他已经当底下就去了，你干嘛躲呀？一抵当去了，一转啪又去了，是不是很快的？啊，现在我就介绍咱们梅花拳常用的两种锤法，一种叫栽锤。什么叫栽锤呢？对方用直拳打来的时候，看我同时裹架下捋，看我的动作是一致的啊，同时进行。你看迎拳下捋，一拨这个拳就栽过来了，这叫栽锤。啊，这样观众看得更清楚。看啊，拳来迎架栽，啊，这栽让我快点就把对方打倒了。我不栽，我用掌打他。看啊，啊，看栽走走，看见没有？很脆生的啊。这是栽锤，下面再搞一个对心锤，对方就防不胜防。看我，对方直拳打我来，看我两拳打。看两边打，这跑得了吗？再看，快动作的走走，你看两拳打他，是不是？这是梅花拳常用的两种拳法。好，谢谢大家。龙在东方，彰显中华武术魅力。宁夏卫视每周五晚10点首播，敬请期待。这里是宁夏卫视龙在东方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进行的是龙在东方梅花桩拳85公斤级的比赛，这也是今天晚上比赛的第七场。掌声有请红方选手丁猛。梅花桩拳，丁猛，来自陕西大秦搏击俱乐部。我觉得每一个男孩心里都有武侠梦，从习武这些经历中折射到一些会迈入生活的东西，在战略上蔑视对手，在战术上重视对手，我想打出来我自己的东西。嗯，红方选手丁猛，今年24岁，身高1米88，体重83.1公斤，学习梅花桩拳6年的时间。有请蓝方选手宋鹤林。梅花，宋鹤林，来自沈阳。学了5年多，心境上比以前成熟稳重。这次比赛对我主要就是经验的累积增长，可以打出自己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加油。蓝方选手宋鹤林，今年19岁，身高1米83，体重82公斤，学习梅花桩拳5年的时间。有请场上裁判赵帅。是85公斤级啊，既有力量又有速度。开场过后，红方丁猛就直接先来了个先蹬腿，又来了个鞭腿。丁猛看着非常自信，但是蓝方呢则在跳动啊。面对这样的，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实力悍将，他采用这种跳动啊。哦，丁猛这个刚才打了这个迎击，但是蓝方呢还了一些组合拳，蓝方也是非常的。
勇敢。鞭腿踢在腿上非常的重，啪啪的响。好，蓝方还了一个鞭腿啊。这个这场比赛呢，双方又是正反架，红方选手丁猛啊是正架选手，而蓝方呢则是宋鹤龄，则是反架。好，双方在顶戏的时候啊，宋鹤龄搂住了丁猛的腿，将丁猛摔倒在地。现在呢双方又换了正架了啊，看来这个还是会变架的。丁猛在想使用这个侧闪的时候呢未能成功。这个蓝方小伙子呀，他不断的换架，这是也是一种策略，因为你面对着，我们从这个现场看，你看丁猛的身体维度啊就比蓝方大很多，所以他也是一种战术。丁猛看着确实比较猛，移动，对，要多移动，因为这个看得出来这个力量上的丁猛是有优势的。蓝方呢是非常敢于出拳但是呢在出拳的过程中啊被红方借力，直接用下面一个绊直接摔倒在地。好，蓝方想使用个绊勾摔，但是由于力量上的差异啊，被丁猛硬生生的给摔倒在地。那么对蓝方来说，尽量还是要少和对手进行身体接触啊，这不是你的地盘。丁猛想打这个近身的膝法，在膝法的时候倒没有近身进行重创，但是这个搂脖啊，这个硬摔啊，这是有着绝对力量，将蓝方抡起来，后手拳。双方呢同时掐肋蓝方小伙子呀，他也是比较有经验的，他抓住对手拳套不放，这样就是双方会同时掐肋。丁猛顶膝蓝方选手还了一个勾拳再还拳蓝方选手的拳击意识是比较强的，他在时刻着，他不管身处逆境还是在顺境，他时刻想着出拳，即便就是说自己身体啊被对方控制。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丁猛啊非常的猛，力量十足，而蓝方选手宋鹤龄呢，他的意识非常好，拳法呢时刻有这种出拳的意识，而且他防守呢也比较出色，当他在丁猛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总是手能护住头。现在双方在打控制，因为经过这个第一回合这对峙都知道对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丁猛呢现在使用这种单个的前手拳希望呢这个加上一些在裁判叫口令过后呢，蓝方的红方呢，因为打得太猛，他发起了攻击。这是因为之前刚才一个前踢腿踢到这个蓝方这个护裆上当然说不是有意，这是无意中碰到的。碰到过后呢，他又追击了两拳，这样呢被裁判警告了一次。好，对他踢他一个前踢腿，那个红方宋鹤龄也还他一个转身边拳宋鹤龄要注意对这样的拳法的防范，因为红方现在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如果这样的拳被打实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改变整场的战局宋鹤龄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丁猛身体压制他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出拳，这样呢干扰了丁猛的发力。力量上呢还是看得出来丁猛有绝对的优势，宋鹤龄的反击意识非常好，转身腿
一个中边腿小推累了，说了就是说一个蓝方啊，他总是会抓住对手的拳套不让你把我推下去，但是呢就没有防住第一招，没有防住第二招，没想到丁猛会下面使用那个勾踢摔，所以这个也是一些技法，可能刚刚用前踢这个前踢腿的时候再次擦到这个护裆上，就是因为丁猛啊他喜欢使用这种前踢呢，咱们说传统武术、啊、叫弹腿呢，我们都知道在练习传统武术的时候啊，很多人入门的时候就练习十二路弹腿，但是在我们这个对抗中啊是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技术，因为这样的技术是针对裆部。哎，刚刚丁猛又使用了一个转身后蹬腿，这个后蹬腿感觉又有一点擦到护裆的感觉，但现在裁判在读秒。七八，我们拳手啊在场上拼搏的时候不要着急，因为这个比赛是三个回合啊，就即便不是 KO 获胜，咱们也可以通过点数获胜嘛，不要着急，慢慢来。前蹲，刚刚他蓝方有一个半摔的意识，但是他力量小啊，他没有办法将那么粗壮的丁猛给摔倒。丁猛使用拳法啊，把蓝方压制在擂台边，顶膝，蓝方又抱着他的拳套。蓝方小伙子使用这种虚幻的动作啊，让丁猛啊不敢轻易出招啊，这来说呢是一种很不错的一种战术。丁猛连续的击拳，底扫。啊，将蓝方推下去，蓝方可能体能有些消耗啊，刚才就是实时的摔在下面。好，这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决胜局，刚刚在前两个回合我们两位选手由于这个现场出现了一些有可能蓝方要放弃比赛，龙在东方梅花桩拳85公斤级的比赛，由于蓝方选手弃拳，所以本场比赛的获胜方是红方丁猛。龙在东方，彰显中华武术魅力。宁夏卫视每周五晚10点首播，敬请期待。下面进行的是龙在东方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第八场95公斤级的比赛。首先，掌声有请红方选手张财宝。我叫张财宝。来自西安大型武术综合国际俱乐部，坚持这么多年就是想要站到更高的领奖台上，拿到更好的成绩，只要发挥出来平时自己训练就可以。红方选手张财宝今年24岁，身高1米90，体重98.3公斤，学习梅花桩拳4年的时间。掌声有请蓝方选手胡志轩。大家好，我叫胡志轩，来自延鲁武术学校。这套拳能够强身健体，然后加强身体协调性，提高自身技术。我属于那种技术型的，在赛场上碰到了就多跟他打打技术，少跟他针对硬碰硬。我对这次比赛有信心，争取把所学的都打出来，让比赛更加精彩。狭路相逢勇者胜。有请场上裁判冯向生。红方，红方。这里是龙在东方梅花桩拳第八场95公斤级的比赛，蓝方弃拳，所以本场的获胜方是红方张财宝。保证。龙在东方，彰显中华武术魅力。宁夏卫视
每周五晚十点首播，敬请期待。由于本场比赛产生了两位75公斤级别的获胜选手，所以下面将由刚刚获胜的马根跟王虎进行一回合加赛，决出本场75公斤级的最终优胜者。赛制非常的残酷，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的红方选手马根登场。本场红方选手马根，21岁，身高1.77米，体重75.1公斤，学习梅花桩拳6年的时间。有请本场蓝方选手王虎。蓝方选手王虎今年20岁，身高1.73米，体重73公斤，学习梅花桩拳6年的时间。有请场上裁判赵帅。王选手的马根对决这个一王选手马根。我们看过他的比赛，马根呢是战胜了赵昌晓，而王虎则是战胜了陈远红。现在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好，王虎上来就是想抱摔，但是红方选手的防摔意识比较强。王虎呢在前面的比赛中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力量优势，但是马根的好像力量也是比较大的。马根不断的使用这个前手拳虚晃，王虎呢现在就是赌用摔法，他想近身，但是马根有很强的防摔意识，他的重心下降，王虎呢就没有办法把他摔倒。马根采用低边腿，后手拳迎击，王虎又想搂抱，但是马根他用这个腿插在王虎这个两腿中间，这个重心一支啊，这王虎就没有办法使用摔法。马根的不停的跳动，因为他知道王虎力量大，他不能给王虎轻易的就是近身的机会。马根加紧，王虎想那个抱腿，但是双方呢都是棋逢对手啊，教育娘才，所以打得比较激烈。王虎边腿，王虎打了后手拳。在我们前面的比赛中啊，我们记住王虎呢有多次的这个后手拳啊击中陈远红。这个次马根啊也是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手，他呢借力直接在王虎打这后手拳的时候啊，接力将王虎他拉倒。但是虽然说啊，这个不得分，因为双方同时倒地。但是呢，马根呢恰恰展示了刚刚我们所展示的这种中国跤的跤术，摔法啊，借力打力。马根不断的用这种前手拳虚晃，用这个假动作来对王虎啊进行这个骚扰和威胁，然后呢打这个小鞭腿加这个摆拳迎击。王虎呢这是近身的，但是马根的防摔意识比较强，对于马虎来说不让他们好打。他们两个的策略啊是不一样的，马根他就是采用这种侧向移动中，在王虎前进的时候突然打前手拳啊，前手摆拳迎击啊，这个战术呢显然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子呢才能阻止王虎的势头啊。正蹬腿啊，也变化也比较多啊，就是出其不意使用个正蹬腿，让这个王虎阻挡王虎的进攻势头。王虎现在对他的这个前手摆拳的那个迎击啊有所防范。双方啊都是打起12分精神啊，下劈腿搂抱啊，还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因为在这个王虎使用摔法的时候，马根都会用腿插在他腿中间，但是刚刚呢王虎把这个马根抱腿别腿摔，但由于这个双方同时倒地啊，这样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得分。比赛继续进行，马根还是用这个前手摆拳，他就是向侧向移动，然后前手摆拳，因为马根呢他是左右架都能换。王虎接腿，刚刚这个摆拳没打到，非常可惜啊，如果打到了可能改变对自己有所帮助啊。王虎使用这个底膝裁判又觉得他们抱拳时间超过2秒，分开两位选手。好，全场比赛结束。
龙仔东方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75公斤级别加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最终的结果是红方12分，蓝方15分。本场的获胜选手是蓝方王虎。刚才看了他们拼搏得非常凶，啊，打出了我们武术人那种顽强的性格，啊，打得非常好，但是呢，技法比较简单。现在我说一下，整个打没看到拿的技法，我就说几个拿。第一个，咱们传统武术的拿是非常巧妙的，非常巧妙的。你比如说，大家看，当对方用右手拉住我右手腕关节的时候，你看我的动作啊。我很慢的动作让你看着，你看他不疼，他一点不疼，看我大拇指这点劲儿，你看他受得了吗？非常巧。再看，我要动作快呢，他一拽，你看咵就倒了，非常快，啊，所以咱们要把拿体现出来。下面我就做一个拿的动作，当对方用右手拉住我的肩关节的时候，看我。左手摁压住，你想跑我都不让你跑了。提起我的右手小臂，压住他的肘关节处，向下45度角摁压，啊，这叫肩臂拿。你看我肩就够使了，我再加上臂的攻击力量。看我动作啊，我慢动作做一个，看，慢动作，这回我快动作让摔一个啊，看着，走，好。这叫肩臂拿。好，谢谢大家。龙在东方，彰显中华武术魅力。宁夏卫视每周五晚10点首播，敬请期待。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的全部比赛已经结束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将根据7场比赛的获胜选手中评选出得分最高的选手，评为本场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的总冠军。龙在东方梅花桩拳冠军选拔赛的总冠军是丁猛。专家裁判团队给出的意见是第三局以优势分数获胜，前2局45分是全场最高分。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沧州渤海新区党工委委员、南大港产业园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国林，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城市体育宣传委员会秘书长柴华北为总冠军颁奖。
接下来我们将为今天的冠军颁发奖品。首先请出的是第一份奖品，龙仔东方定制版冠军 T 恤以及帽子。现在就请冠军丁猛穿上这身象征着本场冠军的荣誉之衫。我们在此也希望丁猛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对抗赛中获得胜利，继续弘扬中华武术精神，传承传统武术文化。龙在东方，彰显中华武术魅力。宁夏卫视每周五晚10点首播，敬请期待。现在将进行的是中国式摔跤的表演，来的呢正是北京市摔跤协会的两名运动员，其中一名呢是鲍艳庆。鲍艳庆啊，曾经获得过全国摔跤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呢霍达是国家级运动健将，同时呢也是全国冠军。摔中国跤啊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非常优秀的国粹。今天呢两位全国冠军将为大家展示中国跤的精华。现在呢我们将本场比赛开始，有请这个咱们中国跤的德高望重的李宝如老师来解说这个中国跤的对决。大家好，现在场上给大家展示的呢叫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就是以军跤为基础，它是我们传统武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家刚才看了没有，这些叫别子。武术讲讲远了打，近了拿，不远不近讲摔法。摔法在散打过程中以及在实战过程中运用比较广泛。好，这样好，这拉腰好。现在在场上给大家表演的，穿蓝色胶衣的叫鲍延庆，穿红色胶衣的霍达，这两个运动员都是原北京队的摔跤运动员。刚才这动作叫别，好，小德和，这动作小德和得一分。摔跤运动呢，根据倒地的不同情况，得一分、两分、三分。好，现在第二场上场，比赛开始。比赛开始。现在上场的是张帅和王玉。张帅是专业摔跤运动员，他以摔跤为基础，又练散打、自由搏击以及 MMA 等这个竞技体育。摔跤呢，好，这就叫入，远来打，近来拿，不远不近讲摔法。摔跤是有几千年的历史。再走吹，这动作叫吹。摔跤实战性很强，而且它主要是这个要从小练。您看大家看他倒地嘛，这个都要经过很长时间训练才能禁得住摔。我们好，这叫离手花。好好的，感谢北京摔跤协会表演队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